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救救我！有坏人追我！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，救救我呀！快进去吧，哎呦，过来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哎呀，哎呀，大爷，往哪里？往哪里？大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在这里啊。你不用让他进来哦。不了，他不敢进来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他不进来了，坐下来啊！对，坐在这里。终于搞定了，兄弟，呼，兄弟，喂，进来进来，搞定了，进来进来，安全了，搞定了。哥，肥不肥？不肥，瘦瘦，大长腿，大长腿，很俊俏。喷了是吧？喷了。这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打不电话？打电话，我拉在这里不安全呐，人来人往。等一下，那把他拉出去，拉出以前那个树那里。是上上坡去那个树那里。你怎么进来这么快？进来这个虎穴里面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痛的！你来背背背背背着走，你背。这里一定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到这里深山野岭肯定要安全了。来，哎呀，我来怎么办？什么样法啊？教了你这么多次，你都不行一下，这样法，走，走吧，在后面。怎么样？来，这里，再来一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要不要加一点料？加点料。可以啊，这么多蚊子在这里。刚才我只顾着追它的，忘记欣赏一下。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打电话去，联系一下。开个大巴箱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是我啊，兄弟俩啊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我今天追了一个好货色啊。你最近不是缺货吗？对呀。非常的，哎呀，那个身材非常的好啊，哎呀，还有那个身高应该是1.7米吧？对对对对，货是好货，你相信我。但是那个价钱啊，你得比上次那个要比高一点哦，现在是吧？哎，你懂的，要多少？要多少？要多少？兄弟，他说问要多少？90万，要90万，对对对。行是吧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三哥你是最爽快的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晚上6:30是吧？那个公鸡码头，对对对，公鸡码头就公鸡码头吧。现在还有2个钟，行行行，那个到时间我一定送到那里。啊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公鸡码头6:30，6:30，90万。哎呀，肚子饿了，哎呀，我去，打开单，打开单，你吃不吃？我吃啊。顺便搞个馒头，不要饿坏了。行啊，咸菜那种就可以了。你看好一点的吧，不然那个喷，拿来预防万一。一个小时就，对对，加固。哎，我先去买打快汤了啊。去吧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幸好留了这个，不然呢、啊，哎呀，让我仔细看看。嘿嘿嘿。算了，求财有了钱，什么货色没有？哎，睡一下先啊，别给老子撒花招啊！哎呀，哎呀，
哎呀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搞个好睡眠，睡足精神，今晚吃货啦！哈哈，哎，抓到我的，哎，不关他事，因为他是人贩子，先把他放了先。哎，不行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捅我，哎呦，不行，哎呦，把他喷了。我假装在这里先看有没有同伙，他们人贩子来的。哎呀，兄弟，那个快餐在这边，哎，起来了，哎。你们两个王八蛋，哎呀，怎么有一个，刚刚不是这个追我的吗？怎么又多一个？哦，他就是在门口带我进来那个，换了一个头发而已。原来，哎呀，我又五岁了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不行，把你们绑起来去。多分一点，你们醒不了。我不行，哎呦，刚要弄醒了，我一个人不够他打。多分点，分一下，打电话报警。不行。喂，110啊，我被人贩子抓了。现在我趁他们不注意把他们反抓了，你就在那个半桶金村那个村口那里，那个有三个榕树，那个他们那些全部是老宅，那些人全部搬到大公路边了，没有人偏僻了。行，你快点过来，叫人过来，我把他喷晕了，我怕等下醒来我逃不掉，快点快点，马上报警哦。行行行，我喷多喷一点，他们先是吧。行行行，好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多喷一点，巩固一下。哎呦，我在这里躺派出所出来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个王八羔子，你这么坏，我还以为想让你好心救我，没想到你竟然扮成老虎吃掉我这个猪，好在我反啊逃掉了。哎呦，你还有你这个，你们两个王八蛋，等下你们就吃牢饭，你们冤贩子罪不可赦，冤人黑汉子。警察响了，哎，警察，在这里，这边。